搞怪幽默的个性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之前甚至男扮女装自创角色真真，而经常会在网上分享生活的他，也跟上最近的怀念二十岁风潮，特别晒出自己二十岁的模样，帅气形象让网友全看傻。其中一张照片可以看到他穿着白色 T 恤，用深邃大眼直盯着镜头。他也解释这张照片是他当年参加节目的自拍照，当时的他有着厚重刘海、青涩的帅气模样，和现在很不一样，让粉丝看了纷纷笑说：“这几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怎么感觉从尖下巴变成了福气的圆脸，差点都认不出来是同一个人？岁月真的是把杀猪刀啊！”照片一出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you